谁要有问题想问敖辰？想问说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，不，男生你们最喜欢？哎呦，耶，对哦，有没有？法任，你讲讲看，你最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什么样男生的类型？比如说眼睛大的啊，眼睛小的啊，耳朵大的不要啦。健康啊哈，要健康。你是说论外形的话？哦，外形，然后内在呢？哎，体贴。这边有吗？怡蓉，你觉得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？我喜欢幽默的。阿伟，有机会哦。那伟霆，我觉得男生办事能力要很好。哪一方面？你要好好的说清楚，知道吗？你是不正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出去走一走，然后他可能前一天就已经，比如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我没有去过，但是他可能上网先查那个地方在哪里。贴心，我知道桥王，对不对？桥王，谁会这样子啊？弟弟有人会这样吗？有，他们现在每个都会啊。我以前你是对吼，阿本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欣赏什么样的男孩？我觉得也要幽默，然后但是要负责。幽默又负责，很负责。讲我哦，喜欢负责任的男生是不是？不能说交往到一半莫名其妙不接你电话，可以就是他问他什么，他说哦随便啊，打他没有主见不可以。有道理，敖犬就拜拜了嘛。敖犬没有主见吗？我觉得好像没有哎，幽默又负责。美型，可是要是好人，好人。他喜欢吴尊。哦，哇塞，我喜欢吴尊呐。哇，想说跟吴尊沾上一小点边也不错，对不对？重点，弟弟们有没有推销一下自己？推销一下自己。比如说阿本，给你一分钟介绍自己的优点，你会讲什么？Hello， 各位星光帮的女生，你们好，我是非常认真负责的阿本，我现在就读于政治大学广播电所，我的家境非常的优渥。优渥。他骗人。你说谎。害羞。我看你先生就不敢说自己有钱了，你还敢说这么大声嚷嚷？哎呀，要不改天就去两个地方好不好？要推销自己啊，是吗？我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也是你的优点。非常幽默，而且我的办事能力非常的好，对，而且这个办事能力从我的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了，这个圆顶帽加上白色的眼镜就知道我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想要找一个办事能力又诚恳又认真又负责的人，所以就要找幽默。谢谢。他脸上没有一个地方写的诚或恳两个字都没有。脸上没写诚，我帮你加上，让大家知道了，你肯定克服很多的保护我的，你会是外星球号星耀一下。我想问你们，就是男生做什么事情你们会最感动？哎呦，对哦，美珍先好了。生病的时候会照顾我。也很明确，体贴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发高烧的时候有人帮你敷送一碗热汤，然后给你热毛巾敷，对不对吼？是不是？谁有这个特殊的功能？就是会那个安慰女友，然后在她生病的时候陪伴她。因为你看我在闪过。因为我觉得你这边比较不可能。好了，阿伟，你可以吗？照顾女友。有，我也很喜欢，就是照顾别人。我爸以前在家里都是我在照顾的。真的吗？对。而且像昨天小玉，昨天晚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你想要吃牛肉面，我就去买给你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早上说要把拖鞋放我包包，我也给你放啊。哪门子体贴？对，好了，我们问一下那个有命跟中那个，我觉得肯听对方说话吧。那个美珍生病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她吗？她生病的时候我要隔离，不传染。也对，会影响到比赛。钟明呢？我觉得男生就是要说到做到，不要只出一张嘴。真的，不要只出一张嘴，有道理。是不是小心啊？这句话是不是很重要？也是有点对着你说。至少你要会唱一首，比如说女朋友很喜欢听的歌。
可是如果唱的是2266你没关系吗？就是耳朵流血那就没事。但我喜欢只会唱歌的。哦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，油饼这边脸色不是很漂亮哦。好，老板。这件事情会让你感动。但是，我觉得我还好，我是觉得很有默契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感动。就比如说我一讲什么，他就懂。哦，真的。懂女生的事。两个同时想到都想吃欧拉米刷。就去两个一起去吃。就感动落泪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两个同时一起放下。或者是你感觉到他很坚定，对你的爱很坚定的时候。心灵相通这种东西，谁觉得可以跟女朋友心灵很相通？有没有关心她 ？Elmo 也可以，是不是？而且你看我这个镜片，其实不是我故意拆掉，是因为这个太认真看了，镜片破掉。好烂哦！太邪了，我觉得蛮不错。我觉得他自我推销能力非常的不好。好了，还可以了。那再来问一个，还有谁？李勇。怡蓉好，怡蓉讲一个。我觉得在有的时候，如果通告太晚，然后已经都没有车啦，或者是怎么样，突然间就一出公司，他就在外面等你接送。接送，接送，这个就像我们堂主那个晚上，如果12点都会有人在外面等他一样的道理。接送的嘛。好啦，重点这很重要哈。这边有谁开车的吗？开汽车。哇。我也有。哇，我们老实说啊，刚刚里面有一个仙女说，可不可以选你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你又有开布布，而且可以载你们全部，我车很大。这么贪心。你把车了，还有一个好的路况，我不可能。你现在开的车对你来说太小了，换成火车比较合适。贴心哦，我觉得比如说天气冷了，我觉得他都会主动关心你说会不会冷啊，要不要多穿点外套，嘘寒问暖，我觉得最基本，很细微的东西，女生最 care 这个了，我跟你讲，谁最会嘘寒问暖？你最会了，手机费都8000多块。手机费8000多，你跟谁嘘寒问暖？他每个都嘘寒问暖，没有啦。哎呦，真的，这一票可能。但是这边我要帮一个人加分一下。啊，谁？阿伟。阿伟很会嘘寒问暖。怎么说？我每一次就是有机会听到他在讲电话的时候，你吃过了吗？今天哇，跟谁啊？天气也蛮冷的，你有多穿一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我不知道是在跟敖璇讲电话还是在干嘛。可能是跟 Andy 哥讲电话，吃饱了吗？那也不会这样子吧。比较想要张韶涵来照顾他嘘寒问暖的，而至于这海不浪漫吗？我想算了吧。然后一些细节的事情，他如果能帮我记得的话，记忆力会提醒我啦，芳芳姐，好，因为我是个人通告表，所有通告我通通都知道一清二楚，所以小杰 ，Of course， 是我，真的，你是跟电脑一样，对，我电脑，因为我这人最喜欢拍照，如果我是跟女朋友在一起，我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把拍照留念起来，然后后面写留念起来，而且他超爱记恨，真的。